看个牛戏，马上掌柜等着，打了卖吧，秀。因为打的来了，天白头，月阳，听着去吧，看了用心。老师，怎么老师我那么大几个叫我说不起来，说我这把那么大起来个以后，怎么办嘛？见个牛戏的人呐，弄这白眼看个牛戏人们都。在他这么牛心的讨了人呢，接不起那个这么苦让人了，跟着说说那么多去了，没得那里就那三样门头了。哎，国王明明让挂师给王妃娘娘看病，为什么挂师却说这个病的治愈方法要问王妃娘娘自己呢？挂师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王妃她呀，其实压根是在装病呢。什么？装病？这又是为什么呢？这个嘛，说来话长了。他想让国王将大皇子顿珠流放到国外去，不过我先留个悬念。嗨，别卖关子啦。话说回来，九天星，你知道我们今天听的这出戏是来自什么剧种吗？我看他们又唱又跳，载歌载舞，说话还好像在念经文一样，是藏戏吧？你真聪明。今天我们听的正是八大传统藏戏之一的顿月顿珠。顿月顿珠是蓝面具戏囧巴戏班保留剧目，昌都戏一长言词剧，由18世纪武士班禅洛桑义熙所作。哇，你知道的真多。而且哦，你刚刚说演员们说话像在念经，这是因为蓝面具戏保留了藏族民间说唱史诗故事的特点，由一个剧情讲解人一段段诵念剧情，介绍演员出来表演，一方面具有浓厚的宗教色彩，另一方面对西藏人民的生活也具有深远而广阔的表现，尤其是对藏族社会历史、生活形态以及丰富的古文化，更是有独到的反应。原来如此，我真是太佩服你了。可是我还是不懂，王妃究竟为什么要将王子顿珠流放呢？哎呀，告诉我，告诉我吧。好吧，好吧，事情啊，还要从那一天说起。电视大混账！今天这些那个的生理又见不时间看到。你也见第一个在那个生理。你也见那见不顿珠个结尾呐，生理了，这边你们写的生段，对不对？见不顿珠结尾。
难道只是因为担心顿月无法继承王位，他就要赶走大王子顿珠，连半点母子情分都不念及了吗？对于白马监来说，流放顿珠就是铲除了顿月当上桑林国国王道路上的最大阻碍。天哪，顿珠哥哥真是太可怜了。老哈拉这边那么做那个女儿那个阿姨给干了那个老哈拉这边那个让人给我停住死我的我要见郭仙玉呢，那我也打几张郭仙玉都找我去。中闭上了眼睛，想必他是不孤独的。可是这对于顿珠来说可真是太艰辛太残忍了。别担心九天星，这趟旅程并不是顿珠哥哥一个人走完的，让我们继续去下一集看一看吧。嗯嗯。